陈伟霆现身月岗普检日的活动，他透露当年他爸爸没有及时检查，最后就因为肝癌过身，所以现在他都会好好保养身体和 keep 住做检查的。那时候年轻就觉得实冇嘢啦，但现在开始慢慢大个咧，开始一路做嘢，开始个人识攰啊，个人同埋识病啊，咁所以而家我系有机会，我一定会系，唔系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延伸嚟咯，开始。都叫阿女朋友快啲去见埋呢个督脉手指。我谂佢已经整咗啦。我谂应该好多人都有督啩，我就唔清楚我有冇督啊。你唔关心佢身体状况嘅？唔系，因为我而家我今日我截肢原来咁方便，一督手指就知嘅，所以系。咁我都会介绍你身边嘅朋友。佢系咪连连身啊？都系。我唔知佢系咪。你都唔知道。你咁系啊？我真系唔知佢系咪连连身。点啊，男朋友？吓、啊？你唔夹我咁样，系咪？我都唔知喎。系啊，算数。系咧，你都系啊，夹。